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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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各位法师慈悲，各位莲友，请合掌三称佛号：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什么是四两拨千斤？就是以小小的力量能胜大大的力气的意思。太极拳的打手歌里面就说：“任他巨力来打我，牵动四两拨千斤。”这千斤难移，但只要一个坚实的长木板，一块支点，及一个四两的力量，就能够扭转巨大的千斤。这是利用杠杆原理的设计，顺势借力将千石的力量卸掉，然后轻而易举地达到我们要的目的。我个人觉得用四两拨千斤最适合来形容净土法门的念佛一行。千斤是什么？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我们累积的烦恼罪业，第二个就是要达成佛果的圆满修行。千斤是我们的累劫烦恼罪业，祖师说一生称念罪皆除，一句名号能解冤释结，就如下品下生地狱之火已在眼前，但能够至心称念南无阿弥陀佛，我们无边的罪业就在深深的佛号中化为乌有。这四两南无阿弥陀佛看似很轻，实则无所不能。千斤也是我们想要解脱生死的行者必须要承担的修行内容与过程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等等，六度万行行行要圆满，三大阿僧祇劫得要保证生生世世莫忘初心。就如龙树菩萨所说的，发愿求佛道是要能扛起三千大千世界的重量，我们做得到吗？而阿弥陀佛将照载永劫的修行，将无量的功德如道家炼丹一般全融入在六字名号中，所以这句名号又叫做万德洪名。不论消灾解难，想要现世能得安乐，或者至临终一念，当下都具足无量功德，能横超十地，能入涅槃城。这就是六字名号能包山包海的本事，有四两拨千斤的能力。有一位庄先生，他是位水电工程师，经人介绍呢，进入位于天母的慈生佛堂听闻佛法。有一天他替人修理公寓屋顶的水塔的时候，不慎触电，他的身躯被电力强吸着，导致四肢麻痹，丝毫无法动弹。当时旁边的人想尽方法要救他，但是都没有办法成功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庄先生最后必定要遭电击惨死。庄先生的家中尚有老弱妇孺等待他抚养，他想到自己即将要死去，当下五脏如火在焚烧般的痛苦。这时他突然想到慈生佛堂的李云鹏老师的教导，老师教导说念佛能遇难成祥，当下他用了全身的力气喊出了一声阿弥陀佛，没想到
阿弥陀佛才一出口，电力便突然消失，瞬间他的身体四肢恢复了自由。这时在水塔外焦急又束手无策的旁人都感到非常震惊，直叹奇迹啊奇迹，庄先生死里得活，不顾旁人的在大声的哭泣，他当下发愿，只要逢李云鹏居士说法的时候呢，他一定要亲自从山下一步一叩的拜上山上，以答谢阿弥陀佛赐予他新生命的洪恩。死里逃生真是不可思议啊，这就是这句名号功德力的作用。因此龙树菩萨就赞叹净土法门是什么呢？赞叹为易行道。易行就是方法快速，得大利也是快速，才能称为易行。若方法快速但利益很小，就不是易行。若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很长的过程才能得到大利益，那也不是易行。必须是方法和大利都是快速的才能称为易行。所以龙树菩萨说，若人欲极致不退转地者，应以恭敬心执持称名号。名号呢，就如船如飞机，只要坐上船坐上飞机，就能够快速到达目的地。如果只是靠双脚走路要从台湾到美国，那就困难重重，体力、天气、路况、人为意外等等，都是造成困难与困境的原因。但是坐船坐飞机就非常的方便安全，而且能够如期到达目的地。所以龙树菩萨赞净土法门易行道是安心安稳安乐的法门。龙树菩萨又说，人能念是佛无量力功德，即时入必定，是故我常念。说明称念名号的人立即拥有这句名号中的无量功德。在涅槃经也说，假令开大库藏，一月之中布施一切众生所得功德，不如有人称佛一口，功德过前不可较量。可知这六字名号就如牟尼宝珠，牟尼宝珠虽然不大，但我们想要什么宝物它就会生出什么宝物，它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。有的人虽然有很多的宝石宝物，但也有用尽的时候，是无法和牟尼宝珠来相比。南无阿弥陀佛六字中，它已经包含了金刚经、法华经、地藏经、楞严经、大悲咒、十小咒等等一切经典的功德，是其他法门所不能及的。其他修行法门虽然也很尊贵，但如何能与牟尼宝珠相比呢？我们有的人喜欢将自己所修的五戒十善拿出来展示给别人看，其实五戒十善放在六字名号前面就如同是个破瓦块，因为它是有漏的有违的善法。我们鼓励大家有能力就多行善少造恶，但是在绝对实力的面前那是不堪一提的。可是有的人有眼不是宝，就爱抱着破瓦块丢弃了牟尼宝珠，这真是太可惜了。所以呢，我们若想要往生极乐世界，就要抓着弥陀六字名号的牟尼宝珠，才能获得圆满的功德，这叫做万修万人去，不然就千中难有一二。又好像父亲养育儿子，儿子还小，为了让他能够安乐的生活，就辛辛苦苦的劳动，流血流汗，把自己所挣得的一切财富最后都存放在存款当中，以后要给孩子的，让他能够继承他的财富。父母的心啊，就是这样，一切都是为了儿女，尤其是孩子还很小的时候，
就要为他们做很周详的考虑。这个爸爸呢，临终的时候就对儿子说啊，孩子啊，我要走了，这一张存款单呢，是我一生的积蓄，这里面有100亿啊，要记得有100亿啊，这个100亿能养活你几辈子，不愁吃不愁穿，能够让你住台北信义区的地堡大楼，可以让你享尽美食环游世界，可以让你得到别人的尊敬，我现在给你，你要好好的拿着，你的好日子来了。结果呢，这个儿子还小，把这个存款单翻过来翻过去的看着说，爸，这不就是一张纸吗？你怎么会说这是100亿呢？哎呀，爸，我现在饿了，你干脆直接给我一个包子馒头吧。各位，这个儿子他并不知道这张支票就是百亿的财产，他不以为意的就把它丢到一边去了，这是不是有眼不识无量大宝啊？阿弥陀佛是我们的慈父，他经过五劫的思维，造载永劫的修行，把他一切的功德聚集在浓缩在六字名号的存款单当中。这个六字名号看起来很轻，如存款单一样薄薄的，但不容小觑。我们没有智慧，阿弥陀佛就把他的六字名号无上的功德结晶布施给我们，令我们功德成就。所以龙树菩萨这两句法语都是在赞叹六字名号，赞叹这句名号里面的大功德是可以使我们快速成佛不退转的。我们不需要用三大阿僧祇劫的时间，也不需要经过多生多劫无量生死，我们只要现在念佛，现在就具足成佛的功德。因此印光大师说，一大藏经为六字名号的注脚。一片上人说，一切尽归此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天清菩萨对六字名号是如何赞叹的呢？天清菩萨说，称彼如来名，如彼如来光明智相，如彼名义与如实修行相应故。这句话就是说，你想要成佛吗？你想要得到如实的修行功德吗？那么请你来称念南无阿弥陀佛吧。因为这句名号里面有弥陀的光明智慧神通，所以想要成佛的人，想要将来能度化众生的人，通通来念佛吧。善导大师也有两首偈，清楚地形容了阿弥陀佛的光明与念佛人的关系。第一首，弥陀身色如金山，相好光明照十方，唯有念佛蒙光色，当知本愿最为强。阿弥陀佛的光明摄取，就只为了念佛众生而来，因为阿弥陀佛的光明来自于阿弥陀佛的本愿。第十八愿说，乃至十念若不生者，不取正觉。这个念是指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就是光明，所以唯有念佛蒙光摄，当知本愿最为强。另外一首偈说，相好弥陀八万寺，一一光明照十方，不畏余缘光普照，唯觅念佛往生人。就是说阿弥陀佛的光明非常的广大充满十方，所以说相好弥陀八万寺，一一光明照十方，不畏余缘光普照，是说这个光明所要照射的没有其他的目的，只有一个，就是为了找到念佛往生的人。所以说唯觅念佛往生人。有的人可能就会问了，为什么光明只摄念佛人呢？刚刚说了，因为阿弥陀佛的本愿就是要让念佛人往生，显示念佛弥陀本愿是相契应的，念佛能与阿弥陀佛相亲相近。我们再来做一个比喻，比如说在黑暗中的房间里面，我们有一个戒指，金戒指掉了，
这个金戒指掉了，我们是不是要把它找出来啊？对呀、啊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会把电灯全部打开，电灯一打开，房间就全都照亮了。但是我们打开电灯是为了照桌子、照板凳吗？不是，我们是为了做什么？是为了要照亮金戒指的位置在哪里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们开灯是有目的的，是为了要找到金戒指。而阿弥陀佛的光明就是要摄取、信受弥陀救度、专称弥陀佛名的人。为了达成这个目的，阿弥陀佛让自己成为光明无量的佛，要让无量的光明遍照十方法界一切国土。而光明无量就体现在没有任何事物能障碍它的照射，包括任何时间、空间。这种无量遍照无碍的光明就只有一个目的，也是唯一的目的，就是要找到念佛的人，要对他摄取不舍。因此可知，佛的光明与名号是一体的，这叫做光号不二。既然是一体，自然感应道交，不相舍离。就好像电灯和开关，我们佛堂上面有的日光灯，它的开关都在墙壁上，但是我们只要把墙壁的开关按下去，电灯就亮了，和电灯就会有感应道交。这是因为它们是一体的，有共同的线路。如果是按别的开关，这个灯会亮吗？不会亮，因为它们没有连接。我们念佛就好像按开关一样，我们只要一称南无阿弥陀佛，自然而然就和阿弥陀佛的无量光一体感应道交。又好像什么呢？好像磁铁与针，大磁铁往那边一放，一根小针就唰一下被吸到了大磁铁的上面。它为什么会跳动的飞过去呢？因为它被大磁铁所吸引了。各位，一根针有什么力量？它毫无力量。但是它自己会跳动吗？它不会。我们要知道，我们念佛，我们就是那一根针，阿弥陀佛就是大磁铁。我们一称名号，无量光明便遍照我们的身心。但是假设我们是念恭喜发财、平安吉祥，能不能与无量光相应啊？能不能相应？当然不会。因为恭喜发财、平安吉祥这些和佛不是一体，没有关联，所以不会有任何的效应产生。由此可知，弥陀的光明目的就是为了寻找、寻觅我们念佛人。光明一旦找到我们，就如影随形，寸步不离，陪伴我们、保护我们、听我们的心声，陪着我们看人生的风景，直到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，又放射佛光给我们安慰，令我们安心，然后我们就随阿弥陀佛的接引往生极乐。所以说，念佛之人，弥陀住顶，光明绕身，诸佛护念，菩萨相随，天神永卫，地齐恭敬，消灾免难，去病延年。佛光就是佛的大爱，有佛光就有护佑，能感通心意，给予我们温暖安慰，能化解危难，能给予救助，种种功能都是为了最终的目的，就是往生极乐。又有人要问了，那么如何证明有佛光的存在呢？这很难，除非有人能看得到。但是如果有人能看到而告诉我们，对我们来讲也是一种启信。有一位法师到美国去弘法，当法会结束的时候，有一个美国人就向这位法师自我介绍说，他是学神通的，能够看到凡是称念南无阿弥陀佛的人口中都会吐出光明。他说诚心念佛的人，他吐出的光明非常的大，大到能够把整个地球包起来。
不是诚心念佛的人，他口中的光明是扑叽的扑叽的，很微弱。这个美国人因为这样就说，我看到了这种殊胜的境界，所以才来学佛的。那么请问各位，我们每一天都在佛堂开怀唱念，是不是代表每一声每一声的佛号所显现的光明都包满了整个地球呢？所以经典说，念佛人有40里光明足身。原来我们只要张嘴念佛，不假其他功用，就有那么大的光明照耀在我们身上，与我们同在，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。可知这句南无阿弥陀佛，它是一尊光明的佛，它的光明是遍照十方世界无有障碍的。菩提寺前两年曾发生一件事情，有一位莲友邀请一位宫庙的公主来菩提寺，因为这位公主呢，她有很多的信徒，莲友就想，如果这位公主能来念佛，就一定能够度很多的人往生极乐，所以邀请她来菩提寺念佛。当天这位公主一进菩提寺就吓到了，她说，怎么会有这么强的光啊？结果呢，这一下竟然不敢来了，她太可惜了，入宝山空手而回呀。因为他对佛法的道理不了解，对弥陀以光明摄取众生的这个道理也不清楚，就觉得哪有这样的光是这么强的呢？以为有什么古怪，所以不敢再来，真的是很可惜。这叫做什么？这叫做少见多怪。最近呢，他又想要再来菩提寺，想要劝他的信众能够同生极乐，结果啊，因缘依然不具足。为什么呢？他家里多了个宝贝了，去皈依孙了，他又一次的与弥陀擦肩而过，这再一回首，不知要经过多少年多少劫才能遇阿弥陀佛。我们再看看世尊在无量寿经如何赞叹阿弥陀佛的光明。世尊说，光严巍巍，威神无极，如是严明，无与等者，日月牟尼，珠光艳耀，皆悉隐蔽，犹如巨墨。又言，无量寿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，诸神光明所不能及。这是在说明弥陀大光赫异炽盛，犹如月亮盛满的时候，光明是遍照一切处，一切山河大地无不普照，其余的光则隐没不现。因为其余的光在弥陀的大光明面前，犹如萤火虫般微小的光亮，小光自然是被大光所包含，就像父亲的手可以包裹小孩的拳头一样，所以自然隐没不现。而弥陀大光所出的大能，也是一切诸佛所不能及的。就好像在太阳底下，不管是日光灯还是水晶灯，能产生什么作用呢？都看不到它们。当我们了解这些道理，我们是不是就不会感到害怕，反而会感到无限欢喜，对不对？净宗法师曾经举个例子来证明佛光存在的问题。净宗法师说，盲人看得到东西吗？他眼前是一片漆黑，是看不到东西的。所以如果我们问盲人，你看得到太阳光吗？接着我们又继续问，如果你眼睛看不见，如何向别人证明能感受到太阳光呢？你看，这是不是很为难别人？盲人如何看得见阳光呢？结果盲人的回答实在太妙了。他回，冬天晒太阳，眼睛虽然看不到，但身体还瞎吗？身体晒着太阳，自然会感到暖和，暖和了就知道有太阳光了。对呀，虽然他眼睛看不见，但是太阳光照着，晒着晒着就暖和了，
就能证明有太阳光的存在。同样，我们虽然没有开悟，没有悟得佛性，没有成为无生法忍的菩萨，但是我们也能够证明佛光的存在。为什么？因为不论我们的贪嗔痴是如何的炽盛，我们只要念南无阿弥陀佛，佛光就会照射我们的身心，我们就会感到有依靠，有温暖，有被抚慰，有被宽谅，我们便会感到那份喜悦，也会感到那道伤痕被抹平了，感到缺口被填满了，感到身心放松柔软，感到佛的大慈爱力，这不就是佛的光明吗？念佛人，你有没有觉得你很幸福啊？其实当我们深深称念南无阿弥陀佛的时候，不止佛光和我们在一起，极乐世界的种种依报正报的庄严，观音世世及清净大海众的菩萨们都在这句名号当中，当下就来到我们的心中，来到我们的身边。可以说，只要口称南无阿弥陀佛，整个极乐世界就在我们的舌头上，都到了我们的心里，到了我们的身边。善导大师在《观经四帖书》举出恶河白道的譬喻说，西岸有人说，汝一心正念直来，我能护汝，众不畏堕于水火之难。正念是什么？正念就是汝等众生皆应性，是释迦所说所赞所证，一切凡夫不问罪福多少，持戒久尽，但能上进百年，下至一日七日，一心专念弥陀名号，定得往生，并无疑也。就是我们要信佛所说，不可有疑。信什么？信弥陀的发愿，修行成就佛果，一切功德全部都揉搓成了一句南无阿弥陀佛。信不问罪福，不问时节，只要一心专念弥陀名号，定得往生。善导大师又说，一心专念弥陀名号，行住坐卧不问时节久近，念念不舍者，是名正定之业。就是不论事农工商，不论行住坐卧，也不论念佛当下的心境，不论念佛的数量多少，只要相续，重在相续的念佛，就决定往生。就好像我们在聚餐的时候，有的人饭量大，有的人饭量小，饭量大的吃一锅饭，饭量小的吃一小碗饭。我们不能强迫每个人都吃一大锅饭，也不能强迫他们每个人都吃一小碗饭，只能各尽其量，吃饱就好。阿弥陀佛准备了六字名号，招待十方众生。念佛以彻智临终为原则，各自尽量，即十计十生，百计百生。慧净法师说，称名是至简至易，名号是极顿极圆。用世间的话来说，这真是一般的消费，最高的享受。一般住总统套房，一晚上要好几万，甚至十几万。但现在我们只要花一般旅社的价钱，就可以得到总统套房的最高级享受。而我们只要上进一行，下至十生一生的专称弥陀佛名，愿生弥陀净土，就能获得来自诸佛菩萨的光明摄护以及全方位的服务。所以说，净土宗六字名号就是四两拨千斤的法门，一句名号轻而易举，能得安乐，能除生死，能生极乐，能广度众生。这几年大家都在疫情的恐慌中过日子，身心都受到很大的影响。我们若已经把生死交给阿弥陀佛，为什么还会被病毒牵着走呢？我们应该尊敬他，也向他忏悔，但是无需恐惧，
因为没有那个因，就不会得到相应的果。我来说个故事给各位听，希望大家能够明白，全心仰靠弥陀是真正能得到一切恐惧为作大安。有一对年轻的夫妇乘船渡江，不料呢，中途忽然起了暴风雨，一叶扁舟啊，就被大浪摇撼着，非常的恐怖。妻子是吓得面色发白，浑身发抖，坐立不安。但是呢，丈夫却无动于衷，仍然悠闲地躺着，还若无其事仰视的天空的海鸥在飞翔。他的妻子着急地问他说：亲爱的，这是多么危险的风浪啊，你怎么一点也不害怕呢？丈夫却看着太太说：亲爱的，如果现在我手里拿着一把刀，你害不害怕？妻子说：假使这把刀是在土匪的手里，那么我自然害怕。可是这把刀是在爱我的你的手上，我相信你是不会害我的，所以我一点都不怕。丈夫说：对了，你刚才不是说我为什么不怕这惊涛骇浪吗？告诉你，我深深地知道，这风浪是握在爱我的弥陀手里，如果没有他的允许，我一根头发都不会损伤到，所以我一点也不害怕。这位太太听了这个话，浅浅的一笑：是啊，没有弥陀的允许，谁也无法伤到我。各位，在这疫情中，我们也要深信，没有弥陀的允许，病毒不会伤害到我。如果得到了，正好是我们还清欠债的时机，真的不需要惊慌。我们在生活中与人相处时，也要学习，不论嗔机毁誉、利衰苦乐，都不用纠结在心上，试着把这些面子、尊严都交给阿弥陀佛吧。因为这世间最爱你的、最有力量能保护你的，就只有南无阿弥陀佛。而我们就这样南无阿弥陀佛、南无阿弥陀佛、南无阿弥陀佛的，从早念到晚，从今天念到明天，从今年念到明年，从现在念到舍报的那一天，好不好呢？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大众请合掌，三称佛号：南无阿弥的佛，南无阿弥的佛，南无阿弥的佛，阿弥陀佛。当知本师，众愿不虚，众生成念，必得往生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